所以今天用的这个粉底还是 SUQQU 的002号 Extra Rich Glow Cream Foundation。其实我化妆还是蛮快的，就是把这个刷一下。我之前那个底下那个紫色是因为又长了痘痘。一吃辣椒就要长痘痘，真是年纪大了，消化不好，就会这样。咦，你们一般化妆的时候是放音乐呢，还是看视频，还是看什么？我今天在看那个《无间道》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完了之后一定要用那个美妆蛋按一下，就感觉它那个粉才会吃进去。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了花，鲜花，好幸福。老公就是这么 sweet， 不管怎么样，每一个小节日他都不会忘记的。尽管我们在一起结婚已经有七年了，然后这是粉底，因为我刚才试了几个唇彩，所以唇膏，可以把嘴唇这儿稍微遮一下。眉毛的这一块画一下，因为就是，哎，我之前纹那个绣那个眉毛，然后这块就变红了，就很烦。我这每一次还要去搞一下，就搞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还是 MAC 的一个白色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非说要买一个 MAC 的吧，就是什么 Rimmel London 啊那种，就是超市的牌子都 OK 的。这个当年就是手欠嘛，就这个东西其实你也不用说非要买那么贵的。行，这就 OK。然后做一个眼皮打底的颜色，这个就是 Annie 眼影盘里面的 Annie 颜色，就是任何眼影盘里都有这种裸的呀、白的呀什么的都行，就是稍微给它盖一下，或者你可以用那个散粉刷的那个鱼粉，然后稍微弄一下就行，没有什么颜色的那种 ，OK 了。Africa Velvet， 然后。我今天看那个一个博主叫 Chloe， 他用了两个颜色，他一边是用了这个橘色作为打底，然后再用棕啊紫啊那种，然后他另外一边是用了紫色作为打底。其实他这个紫并不是寡淡的那种紫，它就是不是那么 strong 的那种紫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就是有的时候你太紫了吧，特别像那种，就是特别像被人打青了那一种，然后画不好就会觉得特丑。不行，那个刷子弯一点。其
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温柔。啊，我真的，要不就买吧。就是这样。然后，它是用那个紫色做了打底嘛，做完打底了之后，它再用橘色去压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紫太美了，不行，我要把它买了。橘色我有好多个，我特别爱画橘色的眼影。眼到哪儿了？ Okay, 这个就可以稍微轻一点，把它融合一下。你看这个紫简直是太美了，这个是不是很温柔？这个橘有点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橘可以稍微不那么 strong， 但是这个橘可以不那么 strong。这个橘色其实在这个盘里稍微有点深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个棕色，这个。所以再把这个棕色压在这个上面，其实没有那么橘啊，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里面看你觉得有点橘，其实还好，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颜色，不是那种很便宜的颜色。你知道画了这种眼影就会觉得好温暖，但是外面其实在下雪。这个迪奥的，特别喜欢买迪奥的这个。指甲油，每年圣诞都等着看它能出什么颜色。今年我买的是那个亮亮的，其实不是很好用，没有买那个红色，因为我觉得它今年用红色特别丑，是那种暗红色，然后也不是很好看。只要不涂两层，其实这个。还好吧，十分钟也就干了。我一戴这个隐形眼镜，觉得超级干。哎，不太会戴隐形眼镜。我太喜欢这个唇膏了，这个 YSL 的这个颜色真的超级美，超级美，而且特别的香。我买了很久了。你可以薄涂一个厚涂，但是我很少薄涂。我觉得最香的就是 YSL 的唇膏，虽然其他的还没用过。之前，买的 Tom Ford 那个也是变臭了，但是我超级喜欢我的唇膏。看得到吗？这边灯光，灯光好像特别的，看得到这个紫色的唇膏吗？是不是特美？忽略一下我的包吧，微笑。你不要穿粉色的了吧？对。现在有光 OK， 我的唇彩和手那个指甲的颜色都是对的。A little bit too much.